在国道三号北二高在中和交流道双向出口也仍然持续堵车当中。另外提醒您，在省道台六十三线中投快速道路指标15公里往南的方向，一辆自行车撞上了外侧护栏，目前正在等待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时特别当心。高士奇祝您行车平安。音乐爆炸 Gary Wu 制作，刘德基主持。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天晚上十点钟准时为你播出的音乐爆炸 Oral Explosion 节目。照例有刘德基在为你服务，我就是刘德基，刘德华的刘德，炸鸡的鸡。先告诉你，在国道一号南下0.1到8公里中心隧道入口到汐止收费站前的地方，现在是车多。还有在南下319公里到335公里永康到仁德休息站的路段，现在是车多。南下338公里到356公里路竹到南子的路段，现在是车多拥挤。北上211公里到180公里园林到中港交流道前，现在是车多。北上132到123公里苗栗交流道到头屋的路段车多。北上117公里到100公里造桥收费站到新竹系统的地方，现在车多拥挤。国道3号36公里中和双向出口车多。0800001230，我们尽管免付费的路况服务电话，欢迎你给我们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节目将会非常的精彩，而且好玩，而且好笑。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无聊的话，就算不为了路况，也应该继续收听吧。刚才听的是《As the Deer》一首诗歌，听起来有点像音乐磁场，不过好像没有音乐磁场那么高级。好吧，让气氛热闹一下，免得睡着。听一首 Backstreet Boys 所带来的《Anywhere for You》第一张专辑的抒情曲。
茶广播电台，关心你。金光永远陪伴你。我拥有所有温柔，去做放你的手，用一生去等候。国道一号南下内坜交流道出口有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在晚上11点左右，昨天晚上11点，有一位林宪南先生从万华搭乘计程车坐到中和的锦屏路，那么遗失了一个烟斗在车上，所以请热线驾驶朋友，如果有发现你的车子后座有林先生的烟斗，请赶快跟我们尽管联络。白天上班时间，请打02238800066，02238800066，或者直接送到尽管来，林先生会非常感谢，然后送你一点烟，没有对身体没有害处烟。哎，听说现在有发现那种发明一种可以让烟变成维他命，就是如果你要抽烟之前，然后沾了那个东西之后，你吸进去的尼古丁，经过那个化学成分的改变之后，就会变成尼古丁酸，然后尼古丁酸就是等于维他命的 B12， 好像是，然后就会不但没有吸到这个坏的东西，反而吸到维他命，也不会口干舌燥。我不是在打广告，因为蛮神奇的。还有一种完全不含任何尼古丁跟这个烟焦油的烟，然后很贵，但是听说抽起来很难抽，没什么味道。还有一种内含中药的烟，就是它的烟里面装的是中药，然后你抽了以后不但对身体无害，而且身体很健康。不过那感觉很奇怪，因为你好像把那个中药就这样子吸到那个，就是感觉好像是用抽的中药，一点都没有抽烟的感觉。好吧，看来要付出健康的代价就要良药苦口。0800001123，欢迎你给我们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我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今天的现场有神秘嘉宾，有这个非常大牌的神秘嘉宾坐在我的对面。然后呢，今天是我在节目中除了第一次第二次举办金喉咙奖的时候由制作人 Gary 帮我控音，然后所以我不用担心之外呢，这是我算从那次之Gary 回美国之前最后一次访问他，那次不算的话，今天是我第一次访问特别来宾，所以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这特别来宾又非常的要怎么讲，很难缠，很难搞，我完全不晓得他们会说出什么话，所以他们如果等一下随时说出我觉得不宜本电台播出，我就随时把他们关掉啊。那他们因为控制麦克风，我要控制两边，所以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无论如何，今天节目会非常精彩，而且会给你介绍台湾本土的文化啊，这个节目可是很有责任跟良心的啊。不过要让你猜猜特别来宾是谁啊，那非常好玩，你听了就知道他是谁。
a whole new feeling. What we like, what we do.现在要插播一则路况，有热心的听众打电话来说，在台北县的中和市，也就是在中山路一段往二段的方向，因为施工呢铺柏油，所以很堵。接下来还有一则，是，对不起，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地方，严玲，对不起，刘德基啊。怎么样？你继续啊。我真的看不懂。大家好。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180公里的地方车多。我今天第一天上班，对不起，对不起。没有关系，给你机会。来，还有下一则。哈，还有啊。有啊。好。在我们台北市市民高架桥往西方向，过新生南路，有一位机车骑士推着机车走在路间，这样会造成交通障碍，所以可能希望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然后希望这位机车骑士呢赶快推着他的车走到他要走的地方。以上就是现在的路况报道。不错。没有新的路况吗？好像没有了。好，还有一个是空白，国道一号路况说明是零，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小狗的？往上，国道三号往下。哎呦，好，还有吗？好，现在在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北上50公里，内侧有一只小狗，所以要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撞到这只可爱的小狗。拍谁？我今天第一天上班呐。不错，再鼓掌一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森。啊，我是徐景淳。啊，刚才呢，为我们播报路况的是。希望大家不要。对，是我们这个最新的路况中心的小姐啊，没有知心，
甚至要倒贴这样子。你等一下请我吃饭，因为抱的实在太烂了。对不起，对不起，我相信等一下再让我再练习抱一次哈。对，而且我本来就是尽管抱的路况抱的最烂的主持人，但是你完全破我的记录啊。好，没有关系，对不起大家。所以现在呢，在我们音乐报道节目中的特别来宾啊，有这个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是讲次序，好吗？讲次序。第一位呢是这个徐锦纯小姐啊，徐锦纯小姐刚才为我们报路况已经是接近白痴的状况，因为她好像只有睡两个小时，对不对？对啊。啊，好，所以睡眠不足，我们要原谅她。嗯。然后呢？不过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路上都非常的平安，就算听到这个播报了有一点突出的这种路况报道，但是还是希望大家都会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开车。对，那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有这样像不像？好，我刚刚说的那些话非常好。你要说徐锦纯祝你行车平安。好，我们听到另外一个笑声了。哎，阿纯，你要不要看一下那个最后一则内力的哈？再给你一次机会。那我先介绍一下另外两位特别来宾。那么另外一位呢是这个非常我非常崇拜的一位偶像，他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家之一，王俊杰先生。大家好，是名音乐家王俊杰，不是？啊，自己讲名音乐家呢，其实真正的名音乐家是我们现在的衬底音乐余君君。对对对，哇，真是我一辈子的偶像。对对对，我们待会好好的这个评论一下余君君小姐的音乐哈。是，然后这个王俊杰先生是待会再介绍好了，他是非常一个专业的编曲人才。不敢。那我们在旁边看到的是帅宗奇小姐，帅妹，你好。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帅妹。对，帅妹以前好像也主持过广播节目嘛，对不对？对。如果有听过这个名字，我以前也用过帅妹，不晓得会不会遇到知音这样。哦，这样子。不过帅妹的声音有点像是那种，哪种？浪漫电话的。你想跟我说话吗？好，等一下，等一下，好，够了。这个，好，我们刚才听到那个 It's a whole new feeling， 就唱的比我难听一点点的那个。What we like, what we do， 啊，就是徐锦纯小姐跟那男生是谁啊？那个学生时期的周华健。是学生时期的周华健唱的。好像是。我记得这好像是一首广告歌，对不对？对，这是一个广告歌。是什么饮料广告歌？好像就是一种那个有气泡苏打式的。啊哈，对对。好，那你要不要给我们赶快报一下？好，现在有一则路况哈，这是属于事故型的哈。好，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内力交流道出口狭道，有四辆自动小客车在处理中。请大家行车要小心，同时还有祝大家行车平安。对，然后在这个8:30左右的时候呢，有一位杨小姐或是杨先生从三重的五华街，台北县三重市五华街搭乘计程车到三重的自强路，那么有一个黑套子的照相机掉在计程车上了，所以请这位驾驶朋友如果有听到我们的广播或者捡到这个照相机，赶快跟我们警网联络，请在上班时间打02238800066，谢谢您的合作。还有0800001123，欢迎给我们随时插播新的路况消息。现在是10:28:17。哎，你们的麦克风是开着，所以你们可以随时讲话。不是，我觉得你怎么讲那么溜啊？我记得我有听过你的第一集。很烂，很烂，对不对？天啊，我在收音机旁边笑肚子快痛死了。而且我发现哈，你的第一集啊，几乎那个三个小时里面哈，好像有三分之一到快一半的时间都一直在找路况，一直报。对，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每一集都是一直在找路。对，今天我比较忙，一直在找 CD， 因为完全是一阵忙乱。而且他之前本来已经讲话不会吐词了，今天我们都坐在这边，他开始讲话又他说所以那个，好，非常感谢俊杰，我们只剩一分钟的时间，对，就要接路况中心。真的吗？那我们先来唱一首歌。我以为我们就要结束了。我们大家来唱一首吧。对，你们可以回去领钱了。好，还剩下50秒的时间哈。这个不要撑了。对。今天为什么会上我们节目来讨论一下，好不好？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我带着非常期待的心情。对。我们今天讨论年底三合一选举。这个，希望年底三合一选举大家都能够选贤与能。对对 对，每一个人都会选上这样。比如说像刘德金。我还没有资格选，因为这个，
因为我没有财团支持我。因为你还没到法定年龄。对，这也是啦，这也是啊、哦。好，这个因为实在是快到了，所以我决定把时间先交给路况中心。我们听一下专业的声音。哎，对，专业路况、来，我们这实在太不专业了。好，马上过来这样。关心你，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耶耶耶。听众朋友，你好，这是警广的话中心，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现在从南下0公里到9公里，这是在基隆的中心隧道入口，一路到了汐止收费站之间，沿线车速仍然缓慢。在南下的内壢交流道出口匝道上，现在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正在现场处理当中。而从南下的永康到仁德休息站，以及从南下的鹿竹到南子交流道，都是一路车多，走走停停。北上从213公里园林交流道前，一路到了180公里，靠近中港交流道附近，都是持续车多，速度缓慢。从北上133到123公里，这是在苗栗到头屋路段之间，以及在北上116公里，过了造桥收费站，一路到了100公里的新竹系统交流道，沿线车速现在也只能维持在30公里到50公里不等。至于在国道3号北二高方面的行车状况，目前是正常良好的。此外，在省道方面，台八线中部横贯公路在134公里慈恩路段，以及在156.4公里的洛勺路段，由于受到路基出现缺口影响，目前大型车辆没有办法通过，所以请大型车驾驶朋友配合绕道行驶。高士奇祝您行车平安。就像你的好朋友，每天都在关心你，不管白天或黑暗里，都会想要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时候，金光电台想帮助你，金光天天都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时候，金光都在你身旁陪伴你。好，这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在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鹿竹交流道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现在应该车流会慢慢的恢复。但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0.1到9公里中兴瑞隧道入口到汐止收费站的地方，现在是车多拥挤。0800001123是我们的路况免费服务电话，欢迎你给我们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例如国道一号南下319到335公里永康到仁德的休息站这个路段，现在也是车多拥挤的。好，我们刚才这个跟景纯、俊杰还有帅妹聊天，聊到一半又有一个新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到356公里鹿竹到南子的路段，现在是车多。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的地方塞车，国道一号空白。好，再有更新的路况之后会跟你播报。这个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俊杰好了。麦啊、OK 啊、麦麦啦麦啦，来说一下我怎么样。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是就是那个中华民国标准的国民啊、哦、真的哈、哦、对对，俊杰这个哎、欸、我大家介绍一下好了。这个俊杰哈、哦、哎，我现在很对不起你，因为我现在要报两则。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到180公里。俊杰有两则路况。哎，我发现现在一直涌入这个路况，是不是大家想要考试？大家轮流选一则，考看好到底可以报的怎么样。好，那我先报这个。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到180公里，园林到中港交流道前的地方，现在是车多。好，好，然后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133.0到123.0公里
苗栗交流道，一直到头屋，车子非常的多。不错，有点脱离白痴的这个阶段，有点醒过来了。天哪！好，说到这个俊杰哈，是俊杰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个音乐家，因为他从事这个编曲，还有这个作曲啊，然后这个。还有他的一些创作，尤其他爵士钢琴实在是让人家五体投地。谢谢。可惜我们今天现场没有钢琴可以让你演奏一下。没关系，等一下你可以用嘴巴当钢琴的低音，我当高音。哎，不错。对，嘴巴有点敏感。我先放一下俊杰的音乐给大家听，好不好？嗯哼。可是我不知道你的袋子是 Q 在哪里。可能会。你就直接按下去 A 面直接。这个是我两年前的东西。是这首歌吗？不对，你把它洗掉了。要再往下是不是？往后，对。往后。好，没关系，我先听。当垫底音乐。对，让大家相信我们是现场的节目，完全是现场，好吧？对对对。好，国道一号北上116公里到100公里，过了造桥收费站到新竹系统的地方车多，还有在鹿竹到冈山收费站。打岔一下，塞车。就是、这首。好，那我把它往前洗一下。没关系，这首是我两年前的作品。两年前的作品，对。好，这个。我马上来听国道一号，永康到鹿竹交流道的地方已经这个事故排除了，所以可以放心的驾驶。我们赶快来听一首俊杰弹的钢琴。
刚才所听到的是俊杰，俊杰发个声吧。对，是我。俊杰，这是你自己做的曲子吗？对，你自己做的。那这个整个后面的钢琴啊，还有配器啊，弦乐那些东西，长笛都自己做的，都是用 MIDI 做的吗？对，都 MIDI 做的。哦 ，MIDI 就是现代电子合成乐器。没错。啊，那这个曲子是怎么样的灵感下写的？我现在问这个完全是公式化，你可以不用认真回答。这个曲子完全没有灵感，好不好？哦，真的吗？对，就这样随便写。对。那为什么？为什么要写？为什么就那么好听？为什么要写？为什么要写比较实际？因为要赚钱。哦，那这是为什么写的？我那时候在帮饭店做音乐。啊哈。对。哦，要给饭店播放。对，可是这一首好像不是为饭店写，这一首是就无聊，然后跟录音师两个人在那边玩就写了。嗯哼。对，其实俊杰这个即兴能力非常的强，因为我们也常常在这个录音室里面看到他即兴的这个功力啊。俊杰是这个非常专业职业的一个这个键盘手，钢琴爵士钢琴家啊。没有没有没有。然后这个键盘手keyboard 手，同时也是这个专业的编曲作曲者。那么今天呢，旁边的人快要不行，快要吐血这样的。帅妹是他的经纪人。对。可是这个经纪人怪怪，就是每次听到有人赞美俊杰的时候，他就有点要跌倒的那种样子。对，这经纪人怪怪的。我是经纪人，所以我看到很多不经纪的地方。嗯，对，其实帅妹是俊杰的，这个关系有可以说吗？他就像罗美薇一样。谁是罗美薇？罗美薇之于张学友。我就喜欢当经纪人，因为这样比较有行情。但是他们吵架不会像你们这样把东西摔坏。我们也就住几天而已嘛，哈，这个该看到的都看到，这个就到这。拉近是谁？我不知道。那个没有，因为我们刚才做选举的时候，我们在做选举场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人上去致辞，他是新党的党工，他叫赖嘉青。哦，这样子。对对对，他讲得很好。谁？没有人认识他。我本来要举一个例子，但是就主持人让我说不能讲，我就不好意思再讲下去了。这样子。好，那我来讲好了，在台中市的中港路光明路桥上的内线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那是往市区的方向。那么现在已经有远景在处理了。那么下了路桥的内线又有一辆自小客车抛锚。哇塞，今天实在是事故很多。对对，事故很多。希望驾驶朋友都能够耐心的驾驶。但是今天其实邀这个俊杰来我们节目啊、哦，当然仅存这个先在旁边练习一下报路况啊，等一下，对，这个好好的介绍你一下。那俊杰跟帅妹来我们节目，其实我是逼迫他们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哎，你们不要假装客气，因为也没有多少钱，所以叫我来我也很不爱来。其实原本也不想，根本就没有钱，好吗？这个，因为我有一次在这个俊杰的工作室里面，然后就听到他的非常好的作品，然后我就决定、啊、拜托可不可以让我在节目中放一下。然后这个是俊杰在帮一个台湾的诗人，叫什么名字？这位诗人叫赵天福，赵天福老师。对，赵老师、啊、他所写的诗，而且不是他所吟的诗，诗是由台湾许多有名的诗人所写的诗、所以他在这个吟唱别人的诗，或是有些他自己写的。没有、有他翻译的，有他翻译的，很多都是很多国语诗，然后翻成台语诗。那这个翻译的工作就是赵天福赵老师自己完成的。对，然后好像是请俊杰帮他做制作跟编曲。对，那我们先来听一下好了，先听文快，不然大家想说我们前面哈拉那么久，到底要放什么好听的给人家听？这首歌叫做 BB Code， 俊杰要不要介绍一下 ？BB Code 好，BB Code 就是你如果觉得讲这个台语比较顺，你就讲台语吧。好，我们让帅妹讲一下。BB Code 就是 BB Code， 如果有的人就知道，没有的人你一定会扣别人，就是 BB Code。那这个诗里面讲的，其实如果大家听得懂台语，我是觉得应该要先听听看，然后如果说听完之后什么样的感觉，或是再介绍那个诗的意义，好像比较有意思。好，那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 BB Code。哎，等一下，好，准备了。哔哔扣，哔哔扣，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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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机啊真啰嗦，好啊苦，歹啊苦，哎呦，头风嘛苦，落雨嘛苦，苦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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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家，我即马来搬咯。
哔哔哔，一台机啊真粗鲁。日啊苦，暝啊苦，上班啊苦，休困啊苦，苦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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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家头家，我即马来变数。听到所有掰咖的声音都是恶劣故意的啊！什么叫做掰咖的声音？就是我们听起来很不整齐嘛，整个感觉都很不整齐，好像跟拍子对不在一起，对对对，很恶劣这样子，完全对不在、嗯。这绝对不是赵老师没有拍子的观念，也不是编曲没有拍子的观念，是全部恶劣，是编曲的错。好，就是那你确定这个赵老师他的精神是没有问题的吗？对，我确定他很正常。真的吗？可是我也有时候也会怀疑，因为他做这个工作已经做了十几年，然后都没有赚到钱。哦，那可能精神真的有点问题。其实在这要说的是，我觉得赵老师很伟大，就是，我也要想要让各位听众朋友认识赵老师，就是他这十几年来，然后他都是做演诗艺术的工作。是。那事实上，赵老师不是说，他现在大概中年四十几岁了，50了，要50岁了。事实上，他以前他自己说的，就是他以前有很好很好的那种事业，非常非常算是那种，如果现代人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有钱人，这样非常非常的有钱。他说一年收账都收不完，对，然后才刚收完又要去收下一个，就是前一笔账。重点是，对对对，重点就是赵老师这么的辛苦，但是他仍然发现演诗的这种艺术是他的最爱。不过我不用把他想得太伟大，他也是生意被人家倒掉了，才做这些。可以这样子，他在那边破坏人家。真的真的。好，更伟大的是我，我拿他更少的钱，我做更多的事。更伟大的是。是我，因为我要告诉你，国道一号北上133公里，国道一号133公里的路间停了2部大客车啊，所以请驾驶朋友要注意0800001123，记得给我们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刚刚讲到赵天福老师他的这个有没有钱？他有拿少少的钱，制作人有少少钱，可是我一点钱都没有。今天不是夫妻来算账吗？对，然后赵老师，这个赵老师的这个的诗哈，好，等一下我下节目会跟你们算账。那个，我们再听一首好不好？这首歌叫做阿金，对，对不对？对，阿金就是说，舅妈的意思。嗯哼，嗯，好，那然后他是在。我们刚刚听到的都是同诗啦，那个 BB Call 也是同诗。我天啊，这后面刮了就赶快动一点，就后天要告别。那赵老师他选的这些同诗，这个像阿金呢，这一首诗是日本时代就有的。嗯，对。那这首诗是就是说，不是啊，不是日本时代，明对不起，我把刚刚那一首诗跟这首诗搞混。BB Call 是日本时代就有了。这两首诗都不是，是我语无伦次。阿金呢是大概民国50几年的时候的一个创作。那作者呢，他就是在写说他阿金是一个外省人，然后他舅舅是一个台湾人，然后他们之间一些，然后他看着他们一些很有趣的，他就是一个不会讲国语的那个小朋友在看一个那个会讲国语的人，然后他们家生活比较好，我们家住在眷村，然后看着他们那些就是眷村的小孩呢，他。就是小孩子互相取笑的一些笑话这样子。好，對對對，我们来听这首阿金好不好？好。桂花一开香三里，门风一起透高台。金阿金鸡肉丝黏得滴，乌阿姊配番薯。讲台语会咬字，讲国语敢若喷射机。
阿金做彩虹，哪一日变了你像多子，表小妹装细细，万阿姑是肥肥，肥肥滴，规工袂煞胃，细细鸟唔愿入鸟鼠。说话吧。这 突然接近这段音乐，马上傻眼。广播电台，对，为您进行的节目是音乐爆炸节目，由主持人名主持人刘德基先生为大家服务。好，那这个我们刚才听的是阿金，对不对？嗨。然后再下来这一首曲子是因为要把握机会哈、叫做那是来恒春，哎、欸，你翻译一下吧。那是到恒春呢、啊，若是到恒春。这是什么意思？若是倘若嘛，假如果你告恒春，对对对，比如那是告景广啊，那是告台北，那是告恒春，那是告国道一号，都爱小心。今麦有两台大客车停伫迄北上133公里遐，底下送啊？啊，都交通障碍啊！哎、欸，我们现在很缺乏，都已经没有热心先生再打进来，好像。是不是现在都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交通事故？那这样蛮好的，蛮好的、啊。嗯，如果有的话，还是真的需要热心先生或小姐赶快打进来告诉我们。对，我希望是最好是大家都能够平安啊、哦。嗯。然后这首《若是来恒春》是我在俊杰的工作室里面听到这个，应该说你的录音室，就是我睡觉的那间是吗？没错，没错。好，这个应该在那里面，在你的录音室里面听到这首《若是来恒春》，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他把台湾的这个用这个语言，然后赵老师，你不要看他刚才唱的时候好像疯疯癫癫的、但其实他在唱，不是在念这首诗的时候，真的是好感人。对，而且那个段落，俊杰是分三段还是两段？总共是三段。三段，然后他每一个段落讲的东西都不一样。对，然后口气都不一样，然后俊杰在后面帮他做配乐，整个气氛啊，真的是很好听。我要赶快介绍给你听。若是到恒春，到恒春，对。
的新闻。这个非常深情的弱势到恒春。不过在讲之前，我要先报一下，景春，你要跟我交换吗？要报陆康，对不对？先讲这个，好，我讲一则，你讲一则。好，请在国道一号内坜交流道出口匝道的那个四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驾驶。好，另外一则是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116。一直到100公里，有过了造桥收费站，一直到新竹系统的地方、嗯，车子非常的多。好，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右施交流道，据报有事故，完全劲爆的这个借电吉他，李方来老师，南下右施交流道据报有事故，现在已经前往处理了。然后在台北县中和市中山路往永和的方向，就是在锦屏路跟中正路中间，路面铺柏油，车速慢哦，那个柏油还在铺，所以车速非常的慢。对，中山路往永和台北县中和市的中山路往永和方向，锦屏路到中正路的路面铺柏油，0800001123。对，祝大家行车平安。对，现在10:59:03，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接路况中心。你这机会觉得有点故意，为什么？每次都会把音乐开大一点，都这样 CD 又很值得听，我们都会听的这样，对，不想听，你就整个精神就会涣散，马上往音乐的地方靠拢。哦，不过等一下还要请这个景纯、俊杰还有帅妹跟我们一起这个欣赏一下，听这张 CD， 对，然后告诉我们这张 CD 到底可听处在哪里。因为有些听众的朋友他们觉得说，为什么我要常常在节目里面播放于君君啊、或者说张曼教授等等，或者林玉英，但是也许我一直不够有专业素养来告诉他们说这些 CD 是多么的棒。所以可能要请景纯啊、俊杰，然后帅妹以你们的专业的这个角度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些 CD 那么好听。我们帅妹是音乐老师，她一定更有看法。好，那我们要先接路况中心，待会过来聊。好。关心你，金山广播电台。关心你，耶耶耶。呜啊呜啊呜啊，金广永远。听众朋友，你好，这是景广路况中心。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的基隆中心隧道，一直到了汐止收费站进站之前，沿线车速仍然缓慢。先前在南下内坜交流道出口匝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据报在南下右施交流道附近又有一起事故发生，国道一队员警正前往了解当中。南下的冈山收费站到南子交流道之间仍然是一路车多，速度缓慢。北上在园林到中港交流道附近，以及在北上133到123公里，这是在苗栗到头屋路点之间，也同样持续车多不好走。北上从造桥收费站开始，一直到了新竹系统交流道之间，沿线是走走停停。而至于在国道3号北日高方面的行车状况，目前是正常良好的。省道方面，台20线南部横贯公路在182公里，这是在雾路到立道路段之间，受到天风影响，目前只有小型车辆可以通过，大型车的驾驶朋友请您配合改道行驶。高士奇祝您行车平安。就像你的好朋友每天都在关心你，不管白天或黑暗里，都会想要陪伴你，在你塞车的时候，金广电台想帮助你，金广天天跟你在一起。好，我们刚才这个聊到
啊，背景音乐，对对对，你聊到背景音乐，不过我们还是讲一下那个好了，就是好像还有一首诗，俊杰要给我们介绍，叫做什么冰，吉亚冰，叫做吉亚冰，哎、欸，可不可以给我们大概吉亚冰，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好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冰棒，就是啊，3块钱，吉亚冰，嘿，嘿。然后以前小时候那个吉亚冰在路上卖，你有没有买过？当然有，那个路上会拿一个那个亮亮亮亮亮那个有没有？嘿，有没有？你嘿是摇铃，对啊。然后这个吉亚冰就是有一个，一个五角，一个几块我袂记啊，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个人他在卖吉亚冰嘛。向阳先生的作品，对对不对？不是不是向阳，对不起讲错，这是白灵先生的作品，白灵先生的诗。对，然后这是一个国语诗，然后。那个赵天福先生把它取中间的一段出来变成台语诗，那这是他成名作之一。那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这首诗有一句话，我觉得他形容的非常非常好，就是他说，吉亚冰就像形容台语念一遍，吉亚冰跟吉亚冰，跟他亲像一个温度尖，就是。温度计，它就像一个温度计一样，然后叠牛牛热天也体温，体温到体温就是在量那个热天夏天的那个体温，就是在小孩子的，他就说含在小孩子的嘴里，就像在量体温一样。那我觉得他这个形容是非常非常的贴切，对，而且很美丽的感觉，很温馨这样子。嗯哼，对，好。那我先告诉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211公里到178公里，园林到中港的路段现在车多；还有是北上133公里到123公里，苗栗交流道到头屋的路段现在也是车多；北上117公里到100公里，造桥收费站到新竹系统的地方车多。好，可以继续。那我们要强调一个事情，是这个，等一下我们听到这个里面会有很精彩让小孩子的声音呢，有没有？那是帅妹的声音、哎，你不应该现在讲，应该让大家猜一下。啊，够侪老早我在唱歌，还嘛是帅妹。哦，真的，他可以分身呢。还有一个小男生被爸爸打，也是我的声音。OK， 好，那好这个不是我，这是教授。这个也不是我，这是教授。哦，今天我原来是我，原来是刘教授。好，我们来听一下吉亚冰。好。是11首哎、欸，这是这一首的前面还是后面？前面，前面两首，这一首的前面两首。对 ，OK， 好，没关系，这是现场嘛？对对，你要不要继续？好，我们继续。那我告诉一下，那個、告诉一下大家，我们为什么要做这张专辑嘛？这一套专辑，你看，你可以看一下是这一首吗？不是，就还没有出来。对，我觉得这个吗？不是，这个的前一首，对，后一首，这一首的后一首。哦，前一首，对不起，没错，前一首，这个的前一首， okay. 对。好，你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做。因为我们觉得，赵老师觉得他这十几年来在演诗哈，然后他也老了，应该留下一点记录。是这一首吗？对。啊他觉得他应该留下一点记录，所以我们就做这样一张专辑。好，我们经纪人这边一直催我说不要讲废话，赶快听。啊这样子哈，好，因为现在大概是调好了，我们来听这首《吉亚冰》。因为这个是 DAT 比较难调，不过在听一下的时候又要暴露框。对。来，我看一下哈。我想路况应该不错。对，在台北县关渡大桥往台北方向内侧车道有行人，所以请驾驶朋友注意，不要发生事故了啊。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又是交流道。的事故原来是有3部车追撞，那么现在已经移到路肩，所以不影响行车。好，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70公里，杨梅收费站前外侧有抛锚车。好，对不起，我们来听一下吉亚冰。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吉亚冰敢若是一支的温度针呢，含伫个囡仔嘴内底，
爹娘热天的体温啊！来来来来来，来囡仔看，来囡仔兄，囡仔姐，来啊来啊来来来来！来，吉阿斌，吉阿斌。吉阿兵，敢那是一支一支的温度针呢，甘伫个囡仔的嘴内底吼，爹娘啦，爹娘啊，爹娘热天的体温啦，阿母跍在门下口得起火啦，香炉放在竹椅顶啊，啊！厝边的阿姆、阿婶、伯公、阿婶、婆仔拢出来啊啦！伊拢咧下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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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起了规庄仔内的黄昏哦！啊，厝内底吼，阿爸在拍兄啦！哎，哪是河边啊？阿姐在唱歌啦。孤夜无伴，小亭下，清风对面坐。早起八分袂输家，想着少年家。哎，阿妹啊吼。走去伫个街路啊！哎、欸，哎、欸，哦，伫跳到街啦！啊，有一阵仔伴吼，咧扭一两山，安尼然后扭过去，扭过去，敢若是一只一只的栏杆的哦！亮亮，你亮你亮，闪闪闪鬼闪鬼闪鬼，汗水伫个三轮车夫的脚底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拼性命落落，伊雄雄光光，三一条面筋，一条下头，一点点啊，什么足紧就消失掉了。暗头的时阵吼，阿母带出去散步啦。我刚看到一台三轮车啊，一台伫过日子的啊，讲放在咧电视条边吼，安尼困到咕咕叫。暗时啊吼，我倒来伫咧睏吼，嘛迷茫去讲，我嘛趴在咧三轮车顶啊，啊嘛咧睏到咕咕叫。凉诶，吉阿兵哦，好像已经结束了，对不对？这是赵天福老师所翻译的《吉阿兵》。听说那两位已经不见了，他们去上厕所了啦。洗手间好不好？对对对，俊杰跟帅妹，对对对，已经相携去这个，对，就是经纪人跟艺人，跟这个编曲家都已经消失了。对，可是我觉得那个配乐蛮好玩的。哎，我觉得当经纪人好辛苦哦。哦，怎么说？到最后还有那个。打呼学猪叫的声音，对，全部要包办。哎呀，回来了。好，这个回来。你知道什么叫经纪人吗？什么？经纪人的工作就是要做一些别人不想做的事，别人不愿意做的事。你是强迫的吗？当然是强迫的。这真是可怜。原来这个创作哈，还需要带点那种胁迫。对对，所以以后政府可能会立一个创作强暴保护法。如果被强迫创作的话，就是强迫暴力的创作底下，有没有？比如说创作打呼的声音那种。那这个帅妹，帅妹在吗？帅妹不在，又跑出去了。这个我实在很难想象，那个声音是她装的，就是那个。哦，前面有一个那个小孩子哭。嗯。对，真的很想请她现场装一下。然后好像还有被打，对对。对，被打。那个打的音效就是现场打吗？对啊，现场打。你打手了，打手。等一下，我们还可以请帅妹来当景淳的妹妹，我们还可以来演广播剧。哎、欸，好啊，好啊，好好玩啊、
下一次吧，我就什么都没有准备。恐怖剧要需要什么准备？对啊，好，这个不知道各位这个收音机旁的朋友不知道想不想听，想听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可以打0800000。哎，不行不行，这个是路况电话，打了我就这样会阻碍。下礼拜他就不用来了。对，其实我早就已经告知不用来好多次了。天哪，怎么可能？大家怎么舍得这么有趣、这么好听的节目不听？这么好笑的节目这样子。对啊，对，然后这个什么啊？我们刚刚说抵押兵嘛，然后顺便做那个音效。可是其实刚才在放那个前面那首什么婶婶啊，还有恒春有没有？哎，那个前面。那个前奏一出来，就好像有竖笛，是不是？那是高兴村。哦，高兴村。那个竖笛是谁吹的、啊？那是我朋友，我同学。哦，叫什么名字？他姓张，他叫张凌峰。张凌峰。对对对，高凌峰的凌峰吗？对，他没有，他是双姓，双木林。他的姓他是双姓，因为有人姓张简啊，有人姓什么？他是林张啊。张凌、啊。他姓张凌啊。对，不会，你说他是双姓人？为什么又在拍科幻电影？很害怕，很害怕。对对对，那个张凌，然后峰是哪个峰？山峰的峰。嗯。什么叫山峰？山峰的峰的山顶的峰的头的山峰啊。哦，就是风景的风。嗯哼。啊、哦，张凌峰。他吹的竖笛吹得很好，因为那都是即兴的，对不对？对，跟你在录音室，你是弹钢琴、键盘以及做这个大部分的音效，嗯哼，然后他就这样子跟你即兴。对，我们这个专辑整个都是做即兴。哎，最有趣的是那个在录音的过程当中，那个录音的音质感觉很像那种老唱片，嘿，有没有？对，没有杂讯这样。这是故意的吗？对，怎么做会有这种效果？啊，你就就是。那个接线不要接得很好，没有没有，你就不要做得太认真就，没有这个有一种怀旧的感觉。老唱片，你要把那个角度啊、位置都调成那种怪声、那种声音。嗯，哎，嗡嗡啊那对对对。哦。哦，就是、欸、真的不容易，就像那个，比方说我们要用那种以前的花布啊去做衣服啊。对。好、哦，那可能就是还要把它弄得有点点，怎么讲褪色啦，或者是怎么样？嗯嗯，对。处理过那种感觉，嗯，你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对，我很喜欢那样的怀旧的味道。我很喜欢老唱片出来的声音。哎、欸，那你们最喜欢的一首，比方说台语老歌？我啊，有啊。怎么变我在访问他？我觉得你在干什么？这边我们现在讨论起来了，因为我一直在调下一首要放的歌的。好，那我继续访问。对，啊、嗯，不过我已经弄好了。有啊，有啊。好，人家要讲、啊。对你刚说什么？我喜欢一个老的闽南语歌叫。爸爸我嘛，妈妈我嘛真勇敢，是文夏唱的一首歌。哎、欸，这不是妈妈，请你也不。不，那个有两首歌，妈妈我嘛真勇敢，在过去是一首禁歌。嗯哼。他是在写军中，就写军中的生活，就写说，那个新来巴拉纳就是香蕉的意思。嗯哼。对，然后就有很多的军中的那个大家的同伴就跳出来，因为很难得吃到家里来的东西嘛。嗯哼。那这个人他妈妈就寄了那个香蕉给他吃，然后。大一群人就跳出来吃，然后又写说，他们在军中里面啊，怎么样怎么，就写得很生活这样子。嗯哼，对。然后他为什么会是禁歌？他为什么会是禁歌、啊？对啊，哎，这个这能讲吗？好，算了啦。讲到敏感的地方就那先报路况好了。嗯，好，景淳告诉我们吧。哎、欸，没有，我只是说你可以报。嗯，好，在国道一号南下70公里杨梅收费站前的外侧有抛锚车。啊，还不要忘了我们警广服务电话，免付费的路况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欢迎您给我们提供最新的路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察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为时3个小时的音乐爆炸 Oral Explosion 节目，由我刘德基在空中为您服务。不过今天这个节目特别有可听性，因为我们带了很多这个有文学的这个感觉啊，我觉得好像有那种责任跟良心要介绍这么好的东西给大家听。那其实你们可以写信告诉我你们喜不喜欢赵天福老师所这个翻译或是收集的诗啊，所吟唱的诗，然后有这个俊杰所在后面做的配乐。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我会在陆续在节目中啊，如果有这个荣幸邀请到俊杰啊，跟景淳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继续给我们介绍。哎，杰哥，恶心的，可以给陆续给我们介绍更好的作品，嗯、更多。其实你今天有没有带那什么阿布为涛门啊？来、嗯，没有，没有，嗯，请下次，可不可以？可以，可以。哎、哦，你已经答应了，我们刘老师早一定要来。啊什么刘？不要刘老师，刘兄，刘老师，少来。我明明就是你的助理。啊，这个，
这个有这个两万多的听众当见证，所以下次啊，俊杰，你确定你的听众只有两万多人吗？这是不是我的听众？是金广。对，经过调查是随时有两万多的，随时有两万车厢听众在收听金广的节目。哦，真的，啊。所以我每次一下节目上计程车，我都不敢承认我是刘德基。真的吗？对，因为我很怕他会骂我。嗯，你可以说你是他的助理。对对对，可是声音为什么那么像？好，废话少说。那个，哎，下面还没回来是吧？好，俊杰，我们可以跟景淳聊一聊吗？好吧，对，这个，哎呦，换景淳，俊杰有点同情我们这位。对啊，这个，我当然同情啊。金曲奖多次的这个歌后啊，歌后在我们旁边，然后完全被冷落。没有没有，其实我今天是抱着学习的心情。他还抱着金曲奖在这边摆着，我们一直看。对，但其实哈，不但是被充分的被冷落，而且在我节目第一集，第一集的是金喉咙奖里面，景淳也完全落选。不但落选了，而且只有一个人投票给你，然后是你自己投的 ，calling 自己投，并且输给张曼教授、跟于君君还有林玉英这样子。哎，为了给你翻身的机会哈，我觉得你在这边，哎，好好的这样子放一下你的歌好不好？哎，景淳的第一首，哎，应该《玫瑰人生》是你的第一首唱片发行的曲子吗？不是。我在就是《玫瑰人生》这张唱片是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嗯，那在这张个人专辑之前呢，我曾经唱过一些合集。合集？对。uh-huh. 比方说跟李泰祥，在李泰祥的这个唱片里面，uh-huh. 我唱过《相遇》啦，《岁月与酒》等等的。然后在更早一点的时候，那跟一个这个 band 一个的一个团一起出过一张唱片，那个团可能知道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还活着吗？没有了，开玩笑的啦。这个团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存不存在，但是我很久没有遇到他们了。哦，但是这个团过去的一些，俊杰是不是很想讲乐手？什么重点？叫 A to Z。然后，但是呢，这些好乐手呢，现在都持续的在这个音乐的圈子里面，都成为非常好的这个乐手。嗯，这样子哈。那么这个，不过你好像第一首最为大家熟知的歌曲就是《玫瑰人生》，对对吧？第一首曲子。但是听说这个曲子的这个当初，这是曲子是张弘毅老师做的。对，张弘毅老师作曲。他作词是慎之。甚至阿姨，对，甚至阿，为什么叫阿姨？不知道，就看到她的时候就叫甚至阿姨。那现在每次一想到她，一提到她，就是会称她甚至阿姨。嗯，对，因为觉得这样很亲切。嗯哼，但是这首曲子好像在填词方面有一点点有趣的故事，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对，但因为在当初哦，我也是非常意外的有一个很怎么讲意想不到的这样的机会。我那时候学校还。好像还在念吧，快毕业的时候，然后张弘毅老师从国外回来，然后他就在为这个《玫瑰人生》的电视剧写主题曲。嗯，那个时候呢，他写好了这个旋律，《玫瑰人生》的旋律，那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位合适的人来唱。那结果东找西找，东找西找，就找了很久，没有找到适当的人。那后来，因为我那时候有时候会在录音室里面唱一些广告啊，或者是唱一些和声啊、合唱的东西，他就想到我，他觉得哎，我应该很适合，所以呢，我就去试唱。那我试唱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歌词的，我就唱啦啦啦啦啦啦，就哼的这样子。就呢，哎，我一面哼的时候，我就一面看到那个外面的人的脸，全部都。变了，我心里就很得意，这样你就知道啊，他们觉得我很适合，很好听。可能有一个年轻的小女孩，但是为什么会声音唱得很特别？对对对，而且这首歌因为那个音域比较广，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哇，有一个人可以音域唱那么广，高音低音都可以唱，可以唱得出来哦，这个曲子写的这个感觉跟他的音域这样子，所以呢就雀屏中选。嘿，俊杰，你要不解释雀屏中选？就是确定你一定是你，然后之后呢就比较坎坷了，因为先写好曲子的话就需要填词，那又因为这个有连续剧主题曲的这个需要，所以呢又希望它是一个可以说出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的一个精神的一个词，所以呢找了十多个人来填写这个词都没有成功，最后呢终于他们想到，哎呀，怎么会没有去找甚至阿姨呢？因为甚至阿姨，她那个时候她一路上哈，从群星会都有很好的创作。我想，
大家一定都知道。俊杰知不知道？知道。好，有什么？有什么忘记了？原来都是在敷衍。好，然后那我提醒大家，就是说，现在也在他，因为他现在过世了嘛。那他在他过世之前有很多好作品。那我自己哈就觉得，他非常最为人知的一些，比方说像《金大班最后的一夜》。哇哦。哎，或者是像《今夕是何夕》。嗯哼。或者像《玫瑰人生》这样，都是好经典的，非常经典的好歌，而且词汇都很迷人，这样。对，非常隽永。我觉得就是，很久很久以后都还会觉得非常的深入啊、哦。那个时候呢，就找到了甚至阿姨来填词、然后成功了。是。然后演唱成功了。那实在太好了，所以就等于是有发了十几个稿，有收到十几个版本的词，就到最后还是只有选到了这个甚至阿姨的词。其实不是一起发，是一个一个就是陆陆续续都觉得好像哎还没有，好像还不是那个东西，就再换一个这样。对对对，好像不没有到那么就是不对，对，就锲而不舍。对、这首歌真的很有威力，你知道，我一定要讲这首歌威力可怕的地方。怎么说？我也是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去帮他伴奏。那歌唱比赛大概50个人参加，然后那个歌唱比赛有好几个指定曲，要指定曲其中有一首叫《玫瑰人生》。我那一天总共弹了30次《玫瑰人生》。哇，实在是太那个。不过好可怕。这个男生女生都唱吗？没有啦，但是女生唱比较多。对。然后那一天啊，有一个小朋友唱，那个小男生，对，而且这是他唱还比原本的那个 key 还高一个 key， 哇，对，好，但是我跟你们说，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必须赶快播放《玫瑰人生》，不然等一下就会那个，那个时间实在是，请大家来听那个时候的《玫瑰人生》，对，来我们听一下《玫瑰人生》。为了偿还你，
切多情，开在荆棘里。关心你，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金光永远陪伴你。听众朋友，你好，这是警广文化中心，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206公里园林站被跑道开始，一直到了王庭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在北上143公里铜锣路站，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在往北140公里，在外侧车道据报也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在等待排除。此外，在北上133到123公里，这是在苗栗交流道一路到了头屋路段之间，以及在北上的造桥收费站到新竹系统交流道附近，车速仍然只能维持在30公里到50公里左右。北上过了杨梅交流道，在中间车道路面有掉落物，也请您留意。至于在国道3号北二高方面的行车状况，目前是正常良好的。高士奇祝您行车平安。就像你的好朋友，每天都在关心你，不管白天或黑暗里，都会想要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时候，金光电台想帮助你，金光天天都陪伴你。这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为时3个小时的音乐爆炸节目 Oral Explosion， 由我刘德基在空中为您服务。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邀请到三位非常重要的特别来宾，一位是徐锦纯小姐，然后一位是王俊杰先生，是编曲家啊，然后另外一位是帅妹，是王俊杰先生的这个密友啊。好，突然爆出笑声，好好笑，又怎么出去见人？密友啊，经纪人。对，我发现我们刚才讲了好多这个玫瑰人生的词，是不是可以请锦纯给我们大概讲一下，念一下这个歌词到底是多么有意境，好不好？
好啊，每次听玫瑰人生或是唱玫瑰人生，我觉得每一次的感觉，每一次感动的不太一样，可是都很感动。玫瑰人生甚至又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前世来世，好，该你多少在前世，如何还得起这许多终曲，这许多愁绪，为了偿还你，化作红艳的玫瑰，多次且多情，开在荆棘里。你又是该我什么？在某一段前世里，一份牵记，一份怜惜，所以今世里不停地寻寻觅觅，于是萍水相遇，于是离散又重聚。我心盼望，让浓情一段，随时光流远，再回到开始。我心盼望，让前世情缘延至地老天荒，到无数的来世。莫忘记，就算在冷暗的谷底，只要你将该我的还给我，我也以最炙热的还给你，此情不渝。这个就是盛志阿姨写的《玫瑰人生》，也是前世来世。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盛志阿姨的故事哦。事实上，在她写《玫瑰人生》的时候呢，等一下，我必须打断一下。路况吗？不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先让音乐走10秒钟，然后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为什么。好。为了偿还你